新年，穿新衣，小朋友齐唱新年歌，为现场增添满满的青春气息。捞生、福袋、饺子，这是师生和带妈妈共同完成新春围炉料理。相聚是福，大家齐聚一堂吃团圆饭，欢喜庆新年。福袋啦，饺子啦，还有这个捞生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孩子跟老师还有带爸爸妈妈一起准备这个食材，都邀请了四大志业体，我们一起来庆祝，一起来吃这个团圆饭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新春围炉，好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哦，蛮浓厚的那个新年的感觉。我可以跟大家吃团圆饭，开心，因为要过年了。透过年兽扮演，了解农历新年的民间故事。年兽道具，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做纸皮、纸张，还有铅笔画起来。我扮演老乞丐，赶走那年兽。为什么要赶走年兽？因为他坏蛋，他不喜欢草草，也不喜欢红红了。我们一起表演话剧，一起开开心心过新年。迷你舞狮舞龙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期盼人人日日发好愿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带新闻王哲卫、李佩欣、林康庆，马来西亚采访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